我认下我刹那赃官是哪一颗橄榄？幽暗天霸在此，你们拿过大胆地干啥？拿过橄榄，拿过干啥？拿过橄榄，拿过干啥？拿过橄榄。拿过干啥？拿过干啥？二位人头，是千尊，刹那九皇起出莲花院一十二家到我口。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兄弟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小为两事。我村七十根撒野之地，修草砍枪。王哥，提枪九次，难道就不念结拜之亲？君子，阿婆与你结拜，你修草砍枪。连刺小弟两枪，可知黄门金镖的厉害呐！口口声声就是你黄门金镖，可知俺卧虎村的厉害？敢把黄爷怎样？嘿，